叫做数学共和国，就是上面有八个州，八个国家，然后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数学游戏和一个故事情境。美国故事情境是在讲美国的 FBI 他们在侦查一个案件，他们是在调查圈圈组织的下落，可是他们找到的时候。圈圈组织已经逃跑了，只留下了一封信跟11个箱子。他们说有信上写到，11个箱子里有10个是炸弹，只有一个是他们的线索。要解开一道谜题，他可以排除一个线索。现在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现在的话还好，因为刚才已经。需要修正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会陆续更新，请大家多多关注喽。